全景给你们。我这个大笨蛋。
排队，其实不是啊，因为它里面就几张桌子，就比较小。我们刚刚本来要吃那家店，结果美食店就出现，我们这边大概都问了煎蛋，有的没问。嘉伟，你看那里有山啦，远方那边，我们就站在那边吃，欣赏。放着。
不要。坏家伙，你没有说起来的事，美女不打算，休息吗？休，拉面我不打算，你赶快回头，还有那个树，啊哈，还是各一个，我们吃那个各一个的。对啊，那你要买这个，这个还是我们一人吃一份，还是不要？还是几多只？几多只？哎，一份。对，是我们桌上一组。哦，什么菜？好嘞。好嘞。啊。对啊，那你干嘛又反悔，然后又说我不喜欢吃绿豆？你到底会？并没有。漂亮，我以为是，不会，有中吗？啊，中了！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！比你的身体还大。
千万不要回头，有人叫你的话。留住到你就好了。啊，对，好，先这样，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，然后我妈突然间啊，怎么不能啊？哎，我觉得这家饭店还不错，这是观景房哎。对啊，所以很樱花，好像没到你。那个这几天下雨都好像没有什么风景，没错。啊，哦，就在前面那些富士山哎，啊，真的是富士山吗？富士山，我就叠这边。后来青菜了，哎呦！后来，塑胶的，好，杯子配，对呀，那附一个好可爱啊！天，你看，富士山在远方，这面包看我们一路在笑，一直有在笑我们，那很过分呢。好啦，我们终于下班了。好，我们不再买了。嘉文，你不要再买了，你不准再买。好的，好乖啊。我也先帮那个丽美买了。好啦，我们两个好辛苦，我们刚刚差点做到。
Oh,